平时呢，我们也会把这个慧命一代传一代，生生不息，永远不传下去。因为我们现在真是白眼命运啊，有10,080,000嘛，所以这个道脉啊，要永远的流传下去。所以用黄色代表了生生不息，也代表了天地铸成，天地记行。但是我们新办道，各位同心也要效法这个铸成不息的精神。所以希望各位新道，无论如何到哪一个地方啊，受到某一种考验，或受到某一种障碍，我们都要突破，要突破，才能够铸成不息。所以这里呢，或许的一个，或许铸成的一个啊设计的想法。还有我们啊，这个从那个老母那个树下来，那个底都是红色的啊，红色的。因为老母，我们不要说我们老母是无形象的哈、哦，各位有没有当过妈妈？大部分人哈、哦、有当过妈妈，请问各位当妈妈一定有什么？有爱，对不对？因为有爱，因为有了爱，才会有子女，对不对？假设你没有爱，就没有子女。那我们今天各位得了这么宝贵的天道，我们要不要有爱？要啊！我们的爱不是爱我们的子女而已，我们要爱所有的兄弟姊妹，要爱我们老母的所有子女。所以我们要效法老母，也叫做什么？叫做热诚热，有了热，发光发热，有了热才能生生不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也希望各位同心，我们得了大福后，能够发挥我们热，能够呢培养我们的祸水，让我们的祸水能够生生不息，这就是。颜色的一个概念，那当然了哈，因为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哈，我们白羊印印啊，这个我们所有的大部分的佛堂啊，都是差不多都是个字啊，明明上帝无量清晰啊，诸尊诸圣三界十方万能真常，这就是20个字啊，这20个字呢。或许是听说的哦，我们星云何老前人从大陆要来我们台湾开湾，他带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匾呐、啊，木匾呐、啊，哦，匾呐、啊，哦，就是20个字。从那个时候呢，是用竹写的，用爪写啊。我们星云何老前人来台湾开湾的佛堂也是这20个字。用竹子，那我们现在呢用木材给它雕刻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里呢大概建筑啊是这样的哦。那我们